做事还有海参，嗯，这都是天天不吃早。那今天我们三个早上开会，说怎么办？他妈的涨到4.5了。嗯。说韩国人抽到4.5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现在就看吧，最后没办法，就看今天怎么办吧。嗯，撑呗，撑上一周就行了。我要完是650万，我跟你一块等。后面的那个，反正原来那客人没支持。不是，他是2.5个月就补没了。他那他补没了，他那个人只能。